换了。对啊，你有 KC 吗？有啊，我有这支啊。太忙了，你我知道，大家我说这边是要让我跳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可以丢了。你要丢你就开始丢啊，剩下再交给我就好了。这边有鞭炮，要不要把它放一放？鞭炮。要放多久了？大家就这样子嘛。谢土拜拜可以用。好啊。哇，这个要整理啊，很有耐心。没有啊，不多了。这是我们的。就都丢着啊，丢着大家都忘记了。快到了。快到了再叫好了，快点。你们这边等。一杯。这个是比较搞钢啦，有四颗轮子，你换几颗了？我第一颗还没，第一颗才松两个螺丝而已啊。阿姨的吃饭就靠你了，因为修的吧？要换轮胎啊，他这个晚上要浇花嘛。回收阿姨，回收阿姨的你还帮他？因为我之前推浇花的，我浇花都是那种垃圾桶一桶一桶载嘛，啊载的，大家应该是有压坏超坏啊，无时建设，丢剩下给我底下这个板子看，不要才怎么样？要了，对啊。好、啊，开放。有啊，很多路人进去厕所啊，他不到两个厕，不到两个钟头，卫生纸用三分之二了。三分之二。我刚才巡逻，赶快进去厕所呢？对啊，厕所会有路人啊。你看到开放空间，晃就进去了、啊。我有锁呢。啊，危险了。没有，现在都开放了，早就被开了。我有危险。因为刚刚看好多人是往那边走，看到厕所往里面走啊。围起来。你要白要不要往围铁丝网？有啊有围啊。围人家没有围刺丝网而已。不然就刷卡刷卡进去啊。有带，因为人家进去就晃晃就晃再晃出来啊。还是我这边收支币100块，小酷宴，投一点小酷宴。我收出来当基金啊。100块哦。啊，今天晚上我要去吃花雕鸡啊！花雕鸡，对，那个他们有一个那个，对是啊，那个李斌啊，他那我有跟他买，已经跟他买两箱运动饮料，一箱都1300啊。李斌，对啊，他之前有个来代班的啊，啊他有在卖饮料啊，是啊，他一瓶560块，我跟他买了两瓶，太贵了吧，一瓶560块。那我先上去，不用了，没电，不用你就真的。啊，那个纸要回收就丢上面那个，电车上面有那个纸箱，吓死我了，就丢了，不要就丢，因为我很多，包括那个看有些要拿去的，到几乎一号箱就摆摆都也没在用啊，也在用我的啊。这个都拿去了，都拿去了。难怪台哥找不到。都一直正在里面啊，我们傻瓜都摆在警卫亭底下啊。换口罩。不要。台哥找不到又买了一个。他妈的。还有红包袋，那多的是东西啊！筷子这个可以丢了。对啊，筷子要给我就好了。哦，哦，谁当初？实力扣了。哎，说找不到。多的是东西啊！烟灰缸，最近啊，这个是阿姨给我的，看你们要就拿去用嘛。抽烟的，不好意思。还是你们哪要砸人啊？开会完就开砸。像那个是。星光他们兄弟开会都是用塑胶的，不敢用金那个矿石，因为他们兄弟就打架，就是拿烟灰缸砸的。这么多。我也是很想打。对啊，真的我。但是人都要修的。啊，就是我就是今天憋厕所憋不爽嘛，然后就标不送便当，刚好他有少送，他也没送，然后就标他砸烟花机之后还问到他老婆的、啊。我这中午等那个厕所等到发飙，然后小天天他们抽烟抽了一根，我还没出来，静悄悄他妈里面死在里面。然后后来我就我不知道啊，死在里面了还是睡着了。混了，我就吼他啊，吼一吼一分钟就出来了啊。下午厕所正常了，他妈的逼，那真的是我憋了从7点钟憋到11点多，我不敢跑，大家一直在用、哦。大比好哎、欸，啊，大比好多、哦。
一个找一个找，然后憋那个厕所憋了一肚子火。来、啊，第一个螺丝栓上了，还有三个螺丝。我今天早上就发飙嘛，飙到刚才就没力气了。还有呢，还有，是我的吗？还有。啊，还有停车证啊，要不要？之前做的，这张应该也没有用。啊，你看一下，这还要吗？这个看留着吧，看看总是有人问你，还是放那个烟灰缸，你们要拿去拿上去啊？没有在用，就董事长在用。董事长在用，会砸人，当水手的武器，那个最致命的武器啊，玻璃烟灰缸，所以放好久了，放了有两三年有了。哎，就我放。哦，那个大哥。都放着啊！哎呦，他是在量那个钢筋间距。哦，那量钢筋间距。这还是要用，下一个东西。拿这个汤匙哦。要留吗？可以，应该就会这个卫生。哦，飞了飞了。这汤匙还可以用，汤匙也可以当兵器啊。嗯。好了，干干净净了。干干净净，洗掉了，放。这样，垫子钱啊，垫子我的啊，我以前我警卫厅，我以前铺地毯的、啊。哦。鞭炮，放吧，还是现在把它放掉。哈哈。哎，这是防身用的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啥？其实用这铝棒效果比较好，因为你用木头的话，有些有练那个土木山的啊，它一下子木头就断掉了。左两个螺丝了，还有三个，还有两个螺丝。哎，你刚说你还找到了？在那个里面，我在三个医疗箱里，帮我放掉啊。好，你们谁受伤？没有，警卫艇里面的啊。里面的、啊，哦，就放在里面。你要留一个新的吗？我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有事情我这边有了。棒炮啊，棒炮，棒炮啊。对你找啊。过烟灰缸，你要不要拿去？烟灰缸啊，玻璃的啊，可以打人的啊，砸下去头就爆了。你看，这个高钢可以消磨一个钟头都可以。怎么弄啊？啊？比较麻烦。有啊，冷链啊，阿姨啊，我过年时啊，提阿花阿姐，卡拢着，伊个卡拢着，拢歹啊。这卡消磨几个波。来三个螺丝，还要搁一个螺丝。啊，龙响炮，300公分，嗯，300公，我要去站老管啊，起来棒棒了嘛，棒炮啊，棒炮哦、喔，这边大声啊，吹新牛哦，还是看哪个候选人来拜票啊，柯文哲市长来拜票啊，棒炮啊，欢迎。可以了，要不要我那个 Facebook 把他留言说柯市长来，我能拜票，我们票很多。哎，福哥，阿福，你看，继续吧。对啊，换轮子慢慢自己换啊，这个可以消磨一个下午啊。到哎，泳池贴砖是不是以前那什么新一新的？对对对，那个没看到他们人呐、啊。哎，王老板，这边是有点太快，地太快，这两块啥？对，现在我们现在都。好。OK， 四个轮子好了。
四个螺丝好了。啊，四个螺丝好了。嗯，好了。